校長，各位老師，各位同學早晨。今日我哋係新學年開始，我特別祈禱，非常祝福我哋，使我哋喺未來新嘅學年之中，除咗我哋努力之外，都非常幫助我哋，祝福我哋，保守我哋，推動我哋，使我哋成為一個勤力學習、聆聽老師父母嘅教诲，可能夠喺學校成為一個好學生，喺社會成為一個好嘅市民，當然喺屋企裏面都成為一個好嘅人。我哋話呢個三好係我哋學習生活嘅一個目標。在未來新的學年，需要我們不斷的努力，專心聆聽老師的教導，在屋企裡面辛勤學習，加上家長的忠告栽培，我們就會能夠在學習的成就之中，會成為一個好的學生。我哋面對一個新嘅未來，我哋未來嘅家庭、未來嘅社會、未來嘅國家，都需要我哋一份準備好心神，將來為家庭、社會、國家去建設自己一個新嘅理想。所以我哋每一位同學，我哋話任重道遠，責任非常重大，路途好遙遠。不過我哋喺老師家長嘅栽培之下，我們應該會懷信心去面對我哋嘅未來。未來好多嘢等待我哋去參與、去發展、去建設、去開創。未來就我哋要獲取嘅一個目標。如果現在做好自己嘅學生生活，好嘅子女，我哋相信將來一定會一個社會上嘅好嘅市民，去為未來創造福祉。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單獨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取捨，都為我們的未來的家庭、社會、國家有大大的影響。所以我們說每一個同學任重道遠，我們做得好，將來我們的家庭會有更大的益處，社會和國家都等待我們的付出、努力、創造，看到我們付出的一點一滴，我想都是將來的建設成果有大的幫助。所以在任重道遠這個這樣的邀請之下，有些人覺得是一種壓力，沒錯，都算是一種壓力。這壓力幫助我們去做一個好學生，勤力讀書，專心聽課，將來在社會裏面才能夠成為一個有貢獻的市民，在家庭生活之中有影響力，幫助我們成家的成長。所以每位同學任重道遠的壓力和邀請之下，我們做好一個學生、子女和市民的職務，這三好可以說是未來我們走向的目標。
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之外，如果自己不願意，我們家庭學校都逼不到我們做任何的事。所以自動自覺的精神，為我們做學生、好的兒女、好的市民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我自己的使命重大，責任的壓力都會幫助我們慢慢成長。其實在成長過程之中，我們的同學彼此鼓勵，彼此合作，再加上老師的教诲、家長的循循善誘，為我們的成長有大的幫助。我們行這人生的道路不是孤獨無援的，我們是有很多力量在後面支持我們、鼓勵我們、推動我們，所以我們才能夠滿懷信心行這條成為一個好學生、好的兒女、好的市民的一份莫大的努力。願天主繼續祝福我們，在我們未來的新學年之中，我們好好準備自己，勤力學習，小心聆聽教诲，在學校、在家裡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學生、好的兒女，將來一定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市民，為社會造福，等到我們未來的社會因著我們大家的付出、努力、參與、投身，會成為一個好的環境，讓其他的市民都能夠得福。我們既然責任重大，路途是遙遠，所以在我們學生時代一種勤力的聽課分習，在學校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彼此配合，將來的社會一定有所作為。我們說未來的前途是擺在我們每人的手上，看我們怎樣承擔、怎樣努力，看到自己將來能不能夠成為社會的棟樑，建設社會，創造更美好的家園呢，看我們的努力有多少啦。所以今天在開課的時候，我們求天主特別祝福我們的老師，使他們善盡教育我們同學的責任，以及祝福我們的家庭，使他們能夠繼續努力培養我們學習成為一個好學生、好的兒女的責任。我們特別都求天主讓我們每一位同學都知道自己責任重大、路途遙遠，珍惜我們每一個抉擇的行動，因為每一個抉擇都影響我們的未來，影響我們其他社會、國家的未來。所以在任重道遠的催逼之下，我們努力讀書，小心聆聽老師和家長教诲，將來一定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學生、好的市民，為社會、為國家作出重大的貢獻。天主繼續祝福保守我們，讓我們未來新的學年，在我們努力和老師學校的腳之下，能夠百尺分頭更進一步。願天主保護大家，祝福大家，祝大家成為一個學生、好的兒女、好的市民。天父佑大家。